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Q 频道。这期影片内容会介绍新增 Gear Dryer 的制作方法。我们需要使用20支的 Mega Dryer， 20支 Pro Dry。Pro Dry 这支特殊能力针是无法在玩家商店上贩卖。获得这两支针的方法有：击杀测试界里面的三头犬敌人，当三头犬敌人的血量来到四分之一时，可以获得3支 Pro Dry 的特殊能力针；血量来到四分之二时，可以获得5支。血量来到四分之三时，可以获得7支，但趁空击杀时可以获得10支。再来是第二种获得 Mega Dryer 的方法，就是使用10支拥有副作用的 Dryer 系列特殊能力针，以及无法在玩家商店上贩卖的增加1%威力的 Dryer Dry 特殊能力来换。获得这两种针的共同方法有：在近期登场的大草原湖的紫塔，近期在火山区练级点登场的测试界。再来是 Dryer Dry 的另外一种获得方法，透过影片上这个 Rank 8的金字塔掉落。再来是拥有副作用的 Dryer 系列的特殊能力者的另外一种获得方法，透过影片上这一个限时副本来获得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，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，欢迎到留言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